大家好，我是千亮，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4：黑旗》。我们上一集爬了哈瓦那大教堂，然后做了几个暗杀任务，之后来到这，准备要去攻击那颗大块的红色，去里面拿宝藏。现在寻宝进度差不多到一半了，没有意外的话，这一集应该能够寻完。这怎么都进不去？这里不知道行不行？不行。这里更不太可能，那边应该也不行。又没有双重暗杀成功。哦，越来越多来了，对，已经大概习惯他的技巧啊，才刚讲完就可以攻击。没血，又要没血了。啊，最后一个。耶，从这里应该可以上去。总督官邸。早期的总督官邸除了监狱设施外，也是西班牙代理总督的住所。在广场的对面的全新总督官邸于1791年落成，除了监狱设施，没有顺便盖个游泳池吗？ RL 城墙，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的，用于守护城市或城堡的城墙，通常是用巨大的石块盖成，且会堆叠成数英尺厚，还都会留个枪孔，让守军可以攻击外面。锯齿状的城垛会在需要攻击的时候开启。来看看总督官邸里面到底藏了多少的宝藏。有信差哎，算了，再跳下去，人家又要重新上。
都可以。就这样，一个这么大的总督官邸，就这样，也都可以。这总督也太穷了吧！Alto ahí. Se te acabó lo bueno. Tong Tu 的宝藏都是我的了。看，先上去。嗯，从上面找，再找下来好了。Alto ahí。逃离成功。Alto. Pronto estarás criando malvas. Estás en el techo. ¿Lo tengo listo, mamá? ¿Lo tengo listo, mamá? Mar de fuego.巨星一会圣殿骑士工作的走私者躲在哈瓦那的贫民区，找到并杀了他。好，那一区整个就是未开发哎。高建筑物只有一个哨兵，看来这一次额外的500块我拿得到了，人也一下就找到了，从旁边绕过去。应该可以躲到那个草丛前面，那个草丛里面去，然后等他靠过来。哎，他会直接走到草丛哎，连吹哨都不用了。拜拜。这区的俯瞰点在上面，回去找。在暴风雨中爬这个，感觉就蛮滑的。刚刚那个算打滑吗？其实这个暴风雨啊、闪电啊，这样感觉还不错，也蛮漂亮的。雨中的哈瓦那。契约手稿，先去做契约。我的契约是刚刚那个吧，同一个地方。
装运火药。据说一名圣殿骑士的贸易伙伴来到哈瓦那。哎，不小心按掉了。这么远啊！那我看我先找东西，感觉会比较好。把沿路的东西都找完，再过去杀他，那就不用来回跑来跑去了。守卫居然躲在这，我还以为没有守卫耶。收下，七个秘密都找齐了。接下来拿宝箱好了。刚刚拿到的是亚特兰大飞行，鲁道夫二世旗下的炼金术师与顾问所著的亚特兰大飞行，曾经由彼得贝克福德持有。我已经不知道能再跟这个彼得贝克福德说什么了，又是他的东西。有海盗需要帮助，来了来了，让我们就是来被砍。你感觉不是很需要帮助啊？你自己就杀了两个，剩最后一个。Kenway, isn't it? I'm with you. Spare me, good Master Edward. 终于抓到一个信差，而不是他自己摔死的。圣方济各圣殿。在哈瓦那区占有重要位置的圣方济各圣殿建于1580年，最初圣方济各的雕像是放置在中塔的顶上，但1856年被强风吹断。1730年此圣殿又被加入了巴洛克式建筑的特色。这很适合我们的计划，不但引人注目，而且又富有历史意义。现在他们都在这里举办演奏会，音响效果可惊人了。JM， 这种感觉就要从侧面才上得去。虽然我没有试过正面。这个和哈瓦那大教堂哪个高耶？哈瓦那大教堂应该是在右边吧。没有，我警钟，我看来破坏它好了。
有人跑过来了，在这边决战。就是这只胖胖，要死了要死了，先逃先逃。一整排。糟糕糟糕，人那么多，我血那么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从这边爬过去好了。趁他们都还没有追上我，躲在这个角落。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要过来等我回好血再过来。对对对，我在另外一边，我在另外一边。我看警钟就算了，去拯救海盗们。警钟，反正警钟跟完成度也没有关系嘛。那我觉得这个我刚刚已经救过一次。我要救了你一次。Captain Kenway, just in time. I'll see you back aboard. 就不知道什么是多出来的仓库。整个加勒比海跟百慕达地区常常遭到极端的热浪或是热带风暴袭击。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农作物，就会利用仓库储存甘蔗、小麦及蔗糖之类。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我们要再度回到这一座城。那位置看起来没有办法在外面就拿到，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城，再次屠城。真的爬不上去。要把向另外一边沿着城墙就拿到那个东西。这个门不知道可不可以过，好像不行。利用那个直接上去最快。守卫暗示杀掉。刚刚暗杀失败了。可恶的枪兵，
下去，快快快！哎呦，下去，耶！再来，只要去拿到那个就完成了。这应该直接跳下去就吃得到了吧？耶、yeah, ，知道。接下来，哎，上面有海盗需要拯救，好吧，再一次。这次我就直接从正门进去好了。双重暗杀成功。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双重暗杀成功啊？到现在照不太到那个诀窍。这次我看到你的炸弹，离得够远。哦，这次真的很难打。先直接跑上去就照好了，省得在这边跟他们斗。不过我觉得这个海盗我也救过啦，上一次进来的时候救过啦。糟糕，这两个海盗没有反击能力的，那我一个人要打全部了，我要死掉了。小心小心，防御，注意防御。炸弹，糟糕，炸弹，好好好，还好。喂，耶！要射了，要人肉盾牌啊啊！来不及。哦，闪掉，好险，好险！又来了，又开枪了，人肉盾牌，哦，不。该死的拿枪的，只剩下最后的暗杀契约，就是我刚刚接的那个吧。东西都捡完了。从这边进去应该不会被发现。哎，干嘛跳进水里啊？哎，糟糕，有守卫！发现我之前杀了你啊！500快飞了，都是你啊！下去！明明就是水手，是不会游泳，淹死你！那已经找到目标了，炸弹呢？先对付。哦，不行，人太多了。哎，刚好靠近，杀！完成金色哈瓦那，耶！再来就是把你们通通杀光光。到需要拯救，再去做主线之前再去拯救一下海盗好。好像不被发现，这种的我还没有成功过哎。那用游泳的方式。我觉得渔夫都会游泳，水手却不会游泳，还蛮好笑的。
啊！还没有开枪，还没有开枪。如果我游过去，然后爬上去的话，不行不行，那有两只，我的双重按下不太可能会成功。我还是一个一个解决好了。啊！怎么会？可恶！我的同伴。糟糕，我又快死了。还好没有那只大只的，也没有躲在旁边放枪的。终于主线任务。Trying to keep these Spanish eyes off me. Oh, it's no bother. Regrettably, the soldiers confiscated my sugar. But when you were dispatches. Pow! And where have they gone? Haven't the foggiest idea, I'm afraid. I suspect those chaps might, but my Spanish is wee mal dad, so I'd rather not ask. Shit! All right, come on, let's follow them and recover my maps. And my sugar?What, in my drawers? We'll see what happens. Now, we're going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time. Episode is going to be here.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And your tongue. So, let's talk about it. Thank you for watching. We'll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I don't want the alleys, mind. I want goods. Things I can sell. Tobacco, rum, sugar. Si, si. We have much fine sugar. Grapes we took off of that Englishman last night.